小青姐点名力捧，陈慧琪待再接受考验。剧集《宫心计二》《深宫计》收视节节上升，深受中港观众欢迎啊！寻日总监制梅小青接受《星岛日报》访问时候咧，表示有意开拍第三辑，仲点名大赞今年凭此剧啊，成为时候大热嘅陈慧演技出众，希望可以再度合作啊！伟哥听到之后咧，随即表示期待，仲表示啊，呢次绝对系一个考验啊！个考验啊，即如果有的话，就我绝对是积极地去要开始要部署一下，要点样做啦，系啊，我都嫌辛苦的，有嫌辛苦的，但是都嫌辛苦的，即都咁呢个即其实一路培养落嚟都是即唔会变啦。其实廿二年前我系咁样，我廿二年后都是咁样，咁啊最重要就是整個團隊都是很專業，咁你自然亦都係一個很專業的態度，你唔可以一個人去騎住做噶嘛，咁當然大家都係齊心合力去做好件事啦。冇啦，應該唔會全新噶啦，應該個角色係啊再演一次咁就冇意思啦嘛。未有咁快，我想小青姐要搞咗下一个剧本先啊！如果有真系有三嘅话，我想最快最快都要明年嘅事啦，系啊。